生肖马，生肖属马人，今年流年给力，自然在事业和生活方面会有非常好的表现。除了事业上不断上升，有着非常好的财运以外，在生活中充满了多姿多彩的生活乐趣。属马在七月份财运更是大红大紫，各方面的发展会顺风顺水，想法都可以得到实施，在职场中也会有受到贵人的点拨，使自己在未来的发展中更有实力和竞争力，自然在狗年的财富也会水涨船高，未来大有希望。生肖蛇，生肖属蛇人，今年是非常有利的一年，由于火土相生，情浓意切，在事业上除了有不错的机遇以外，还会有贵人的帮助，从而使自己的职场发展更为顺利多吉。属蛇人是很有梦想的人，他们除了自身的能力很强大的以外，还非常的勤奋努力，在工作中更是会有伯乐的提携，使自己在未来能够大踏步的前行。七月份以后财运上升明显，可以大展宏图，狗年财富再创新高。生肖羊，生肖属羊人，自古就是吉祥如意的代表，另外加之他们很努力，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认真负责，在职场有着良好的口碑，自然会有非常的好的发展机遇。前段时间属羊人有一些波折，由于刑犯太岁，使自己领导和同事的关系相处很不容易，好在进入七月份以后，各方面的阻力都会烟消雾散，会迎来较为顺利的发展空间，未来财富收入一路看涨，存款自然会有大的增长。